八只鞋哦，让我看看你是什么东西。all in 了啊， all in 了一个大箱子，咋还分开发货的呢？这次是中夏夜系列，怎么回事啊？做这么好看，又幸福了姐。今天晚上又有一个小女孩兴奋的睡不着觉了，但不是我，因为我是孩子他妈。发觉小还出卸妆膏了，什么人的钱都想赚是不是？想钱想疯了吧？我也算是这个世界上的易碎品之一。到底是谁整天说我是因为穷才天天玩你的啊？说我买不起一点体面的东西，你瞎说什么大实话？花知晓的花是你永远不缺钱花的花，花知晓的花是你想花多少就能赚多少的花。每次嘛，花知晓就是冲它的颜值来的。天哪，这下面有那么多孩子，我有恐孩症。这次这个箱子质量也特别好，小时候我要是有一个这样的箱子，我能玩两年过家家。花知晓就是把每一个小女孩少女时期的梦做成了现实。这次的成魔唇蜜这个罐子也胖嘟嘟的，好可爱，随便挑一个颜色都好乖呀、啊！天哪，这个成膜好快，开箱也挺解压的哦，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，拜拜。